意思是伤的事故，而现在有一个最新的视角画面曝光。这个画面是什么呢？就是从高楼上面往下看的画面。好，这个影片的拍摄者呢，就是工地的工人。好，我们在吊臂呢掉落之后呢，工人嘴里面还不断喊着说：“哇，死定了，错赛了，错赛了！”哈，结果下一秒钟看到他们的。 这个位置呢，从最高的高楼上面往下拍的最新画面。哦，下一秒钟呢，列车就撞上了吊臂，酿成了一死时伤的悲剧。而这段的画面，他们还特别做过了变音的处理，怕是被人家认出来。死定了！错赛！你刚讲多少人？ 我靠！是不是下饭的？哦，真的是死定了！因为工人一看到这个状况，也觉得。